棒棒糖。我怎么感觉像游乐场？喜欢吗？他们是医生吗？哎，我怎么感觉像魔术师？谢谢姐姐。还有点像大力士，多重的东西都搬得动。哎，大家让一下，初步判断应该是颅脑损伤。妈妈说他们是没有变装的超人，还情况很危险。时间就是生命，右侧风力扩散，你联系下 CD 室。只要乖乖听他们的话，宣布吧，手术成功，我的病很快就好了。只要是在我眼前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哥哥他们的样子好帅气啊！送给我的呀，谢谢。怎么突然有点舍不得呢？会想你的。我当然愿意做你的爸爸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取吧，给我选。我这样想到，未来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的存在有我出过的小小的一天，我觉得好开心啊。